问你啊，你早上起来能不能喊人呐？要下来，可以喊人，那你为啥不喊人呢？啊，你半夜三更的爬起来危不危险呢？危险。昨天有没有危险呢？有危险。昨天是不是差点滚下来呀？啊？这根本不听你的，这根本不听话呀！这是不是一定要绑起来呀？妈呀！啊，要不要绑起来？要不要？要绑起来啊！绑起来了以后就大声喊人，听到没有？你咋喊呢？告诉我，嗨，喊一个。如果把你绑起来了，你咋办？咋办呢？生不生气啊？不生气就喊人，人就来帮你了，听到没有？为了你安全，听到没有啊？啊？妈呀！老妈耶！好了，喊呢？有困难就喊呐，反了，穿反了，反了，妈耶，老妈耶，鞋穿反了，换过来，换过来，老妈耶，鞋穿反了，换不换过来？不换了，走吧，着急上厕所是吗？啊，快去吧。去啊！着急上厕所了，赶快去！啊，站好了，安全了啊，确定安全了，再走。挺胸抬头，哎，最后一跤不知道啥时候，哎呀，哎。